下午好，我叫邓纳丹 Charles，我是负责在我们的这个欧洲复兴利贝尔的银行负责通讯这个工作。过去我很长时间做记者，在这个英国广播公司工作。过去我参加过很多这种在线工作，但是今天是这个。开幕式是我们的互联网这里的15次会议。今天主要的主题是互联网相关的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然后我们今天工作的地方是我们的家里。我今天从自己的伦敦家里和你们连接。因为这样，所以互联网越来，越有更高的地位。我们第一个演讲者是，常务秘书刘正明，现在把话权给您，刘先生。刘先生，你听得见吗？刘正明，你现在在线吗？刘正明阁下，你已经在线吗？对不起，我们有一些数据问题，我们马上可以解决。请等候。已经好了。都没问题了，接到了。所以现在我们都听得见，非常抱歉。你现在能否讲话？哎，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贵宾、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中午好、晚上好。以我们联盟的秘书长的名义，我想表示是热烈的。我们现在开始这个第15届互联网治理论坛的开幕式，以及高级别领导大会议论坛。很抱歉，今天秘书长他不能参加今天的就是开幕式，但是这个最后的一个闭幕式他会参加的。今天我们正在参加第15届网络治理论坛，而且我们这次都是在线。当然我们的我们联盟是一个主办方。
而且我想表示热烈的欢迎，因为目前有几千人参加，通过不同的通道，从不同的国家。现在我想请联合国大主席致辞。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贵宾，尊敬的参与者，非常感谢我今天能够参加这个15届网络智力论坛。首先我想表示热烈的谢意，向这个秘书长，因为他今天主持这个重要的对话。我们联盟的主秘书长女士们、先生们，非常高兴有机会在今天的会议致辞。首先我想感谢秘书长召开今天的会议，因为我们今天要谈非常重要的一些题目。我现在想说一些直接话，因为目前我们面临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到2020年，达成所有的人能够进入网络。这个目标还没有完成，因为在尤其是在那些没有发展的国家，很多人他们没有受到这个机会，而且这个网络不平等性就也影响其他方面的不平等性。当然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目前也有这个冠状病的流行感，所以这个让我们的情况更有加急。但是很多人在世界上不能上网，所以目前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所有的我们世界的人民都能够上网，因为那些不能上网的人，他们的这个发展的机会非常非常小。但是目前的危险也是非常非常好一个机会，因为现在我们可以注重我们所有的力量，我们可以注重到这个网络治理的项目。目前我们突破这个危机重要的工具之一就是电子化，因为我们目前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啊，他们大多数跟电子化有关系，而且跟也有一些跟智力有关系，跟性别平等性有关系。我们觉得电子化能够促进我们全世界的经济发展，也会造成我们在很多领域加以发展。还有一个题目就是我们这个上网的平等性也有关系跟就是这个再生能源的使用。目前我们的这个网络治理的论坛让我们能够看到这几个题目之间的存在的关系。女士们、先生们，你们这几天会参加非常多有意思的论坛，所以我想请你们多多考虑这些问题。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些方面合作？然后最终我也想说，我们不能感觉满意。因为50%世界人口，他们就是世界上就不能上网，而且
剩下的一半他们能够随时上网，这是非常的不平等性，所以请你们记到这一句话，谢谢。非常感谢戴会议主席的讲话。现在有请 ECOSOC 就是经济和社会委员会的主席穆尼尔·阿克拉姆大使阁下我把话权转给你。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那刘先生，我很高兴参加今年2020年的会议。实际上我们这些实物在线会议都是由联合国管理的举办的，而且都是网上的一种会议，但是主要的目标是我们把所有人连接在一起，共同寻找最重要解决方案考虑现在事件有很多问题。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一定的成就，但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工作。我觉得这种互联网治理是非常关键的。最近科学研究显示高素质的人员同时有非常高的就是使用互联网的素质。这表示随着互联网化或者电子化不断发展我们也面临一些数字Google 的现场，所以我们必须一步一步的随着技术的发展自己的任务。我觉得如果一些政府工作上的电子化出现缺陷，这也可以引起到很多的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大趋势。第一，我们这个数据规模快速扩大。第二，我们 ICT 技术环境现在大部分被大规模公司所支配。三，我们有以前没看到的技术方面的快速发展、快速变化。然后第四，我们有很多电子化引起来的新的事实，引起来的社会和经济上的变化。我们有些这些就是具有70%的 ICT 基础设施的国家有承担一定的责任，所以我们必须针对这些关于大规模公司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征税跨国公司互联网上网安全等等，我们监管世界上通过互联网的扩散到位的行为。我们还有其他领域需要我们国际管制共治，这样我们可以有重要的因果，比方说金融包容。但是长期的挑战存在，我们必须集中于
在这个互联网工作必须集中于就是恐惧那数字航空，因为现在在发达国家85%的人已经可以上网，但是穷的国家只有19%的人有这样的功能。在这个新肺炎疫情之前，我们已经有一些区别，我们有可以说半个世界可以上网继续自己的工作，继续商业活动，但是世界的第二个半它就是断绝了，继续在贫穷中的生活。因此呢，我觉得我们在发展国家作为发展国家，我们不只是要随着技术而发展，但是我们也想要集中一种普通的新的解决方案，像宽带，我们必须就是开始使用就是最先进的工具，发展我们的经济。IGF 我们的论坛它不断的扩大所提供的空间，让大家更好的合作发展互联网共治。互联网共治成效的条件是保证态度，需要所有人的参加。发展中的国家必须参加这个过程。我们 EcoSox 部也提供这种保证互联网共治的一个平台。STI 论坛明年计划举办的论坛，它也是一个这种平台，推最新的技术，推新的互联网技术讨论做的那个平台。可以说这些过程它是多边的，然后它会带来对每个当事上可以带来很多的好处。互联网联合国互联网路线图他就也提供所有的知识。我祝大家在执行这些任务，在这些关键的这些任务的工作圆满成功。非常感谢，我们会向GOSOG 就是报告今天会议的这个成果。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开始这个高级别的会议之前，我也想说几句话。今天的这个会议的一个背景就是这个 COVID 的这个流感病的非常大的危机。之前我们当然也能够使用这些所有的技术。但是因为这个冠状病的冲突，我们都感觉到这个技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非常需要这个技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加强电子技术发展的这个。去年在德国举办这个会议，而且当时这个 Merkel 总理他说我们必须要努力让这个 IGF 变成最好的一个平台，而且在这个平台我们必须要能够进行非常深入的交流。今年我因为我们只是在线上
有这个会议。但是我很高兴，感觉我们的工作是非常成功的。最近今天的会议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次是非常特别的会议。我们总共会有200个讨论会，他们的最重要的题目包括信任、包容，还有一些其他的题目。最重要的一些题目就是网络治理，在这个危机的时刻的网络治理。明天我们会谈到如何能够创建信任，而且如何能够更好发展这个信任。最后在这个2020年的 IGF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平台，而且望在这个平台上我们能够更好的发展我们网络，而且我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我们的对话，而且现在有十件事情我想大家关注。首先我们不要忘掉这个电子工具，因为在那些没有发展的国家，几乎50%人他们不能上线，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更好的解决方案，让这些技术能够汇集那些被抛在后面的人。其次，让我们取消性别数字鸿沟。在这个世界所有的地区，特别是在最不发达的国家，使用互联网的男性多于女性。消除这个鸿沟，应被纳入增强妇女能力倡议的主流。第三，让我们确保所有的人在他们能够上得起互联网。因为今天这个会议都是在线，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想参加，但是因为这个技术的限制，他们就不能进入。第四，我们现在就是时候加强对数字扫盲和能力发展的投资了。我知道这个网络论坛的所有的参加者，他们非常努力，就是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也想保证，我们也会继续这个工作。联合国大家庭将加紧努力，而且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继续一起工作。最后我想祝这次会议获得圆满成功。现在我请主持继续。非常感谢刘长武副秘书长。非常感谢。我刚才说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一些连接问题。这也表明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挑战需要解决。我们需要就是给个人很简单的网上的机会。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的高级别的对话。我们就一步介绍。首先要 Doris Leuternan 女士。然后有Ali Said Kayum， 给下飞机，赵厚林先生，代表我们的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然后 Jeffrey Zaks， 他是，哥伦比亚大学，
可持续执行中发展中心的主任 Victoria Grant WhatsApp 副总裁，还有Mordaway Pamela Cretu， 还有罗马 Martin 数字文化中心的主席蒂海先生。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怎么更好的管理互联网的事务，当然这个一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因为是在线工作，所以我们还要做什么样的会做什么，我们怎么可以最好影响这些数字化，怎么会影响我们的工作，我们怎么最好管理它。非常感谢。首先我觉得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可以因为电子化而有所改变，但是最大的问题肯定是通讯领域。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在线进行会议，过去不可能的，所以无论是公司或者是政府间的沟通，就可以采取新的一种方式，我们沟通或者学习的方式都会改变。大家都知道各个地方的代表。另一个领域是这个行业，我觉得先进是一种过去的概念，现在因为疫情的这个情况，很多人大部分是用信用卡或者其他解决方案。发展中国家经常他们也早期会有些新的工具可以使用，可能过去没有银行账号，但是今天他们会有很多手段可以使用。新兴企业发展的时候可以上网做汇款，它也可以解决一些涉及到管理账号的问题，这个对这个虚拟经济也是特别重要的。另一个问题，可以说现在全世界成为一个比较大的购物中心，因为贸易规模很大，这样我们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进行贸易也面临一些很大的挑战。但是现在他们会有很多便利，但是为此我们需要有新的教育，新的投资。当然我们的同事他们也觉得年轻人之间已经有一些这个数字鸿沟。我的这个年龄的人他们可能也是面临这个问题。去年我们向秘书长就是介绍各种各样的数字合作方面的长案，我们告诉他我们应该做什么让这个世界更是有这个数字包容。我很高兴今天秘书长也告诉我们这个介绍自己的数字合作路线图，然后告诉我们他可以包括这些解决方案，所以现在我们等待他给我们更多的信息。非常感谢 Doris Rader。 现在下一步有请德国的代表，你觉得今天为了进行可持续的转型我们可以使用什么样的工具，是有前途的工具。首先非常感谢我很高兴，我觉得去年的机会 EGF 在Berlin 的时候我们的住的剧本工作非常好，我们现在也有非常好的便利可以进行所需要的推化。我觉得本龙滩它也有很多人物，德国的政府今年在这个去年 IGF 完成之后还会进行很多的新的倡议，因为我们觉得
世界上就是免费的打开是打开的互联网是我们的共同目标，所以我们这个疫情期间发现像德国这样的经济体还有其他欧洲经济体一直有这种讨论，就是我们一直提问题如何使用互联网，但是现在我们必须集中于很多的机会。在疫情之前我们不断争论讨论我们怎么使用技术，我们谈这个隐私问题，谈金融问题，然后一下子因为疫情，我们就是过去觉得无法做的事情突然发现是可以做得到。疫情之后有很多人因为精神上就是感到负面的这个大流行病的结果，因此呢他现在开始有新的思考，互联网应该是免费的，应该是平衡的，我们必须进行开发时的合作。当然我们有一些担忧，如果是一些不规范的行为，因此呢我们主动的会保证更多的机会给大家，通过 IGF 类似的论坛，比方说德国政府他已经开立了一个相关的政策，因为我觉得无论是投入市场或者是言论自由或者其他领域，我们都觉得需要最好的政策，最好的环境，需要专家，需要企业的合作。很多人觉得 IGF 就是非常好的平台，让我们充分的讨论这些问题，然后也考虑未来的基础设施的结构。我们的目标是基础这些基础设施，准备基础设施。我觉得我们这里有很多当事人，很多有利有关于人，非常感谢。还有一个问题，你刚才说专心这个词很多，我觉得疫情的时候我们做了什么，好像很多人说有很大的进步跨境，我觉得是因为突然我们确实做了很多进步，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最复杂的领域是立法，所以我们现在想要面临我们的这个挑战，我们想要做这个生态，我们看区块链的这个技术，区块链，我觉得大概的世界上都有这样的情况，特别是在欧洲。非常感谢，现在我有请 ISIT 开云飞机的你们的这个太阳最大的影响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电子钱包，就是让人能够在网上支付，而且让他们能够使用之前没有能力使用的这些服务。我们的这个小岛也不是那么小，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人他们到现在就不能上网，但是这是我们目前的目标，因为目前我们的政府想花很多钱，就是让那些农村的老百姓他们就给他们提供一些这些通讯方面的设施。我们最近
两百我们最近两百天没有过这个冠状病的一个案例，所以这个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在我对我们经济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领域就是旅游业。因为如果旅客他们不来我们国家，那我们的这个经济有比较大的问题。这个也有跟电子化有关系，因为我们必须要电子化我们这个经济的更大的部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适应很多的挑战，如这个气候变化等等。这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你提到了这些在飞机做必要的设施的费用是非常贵，因为你们非常多岛。但是还有在这个方面还有哪一些挑战呢？那现在请这个赵厚林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能听到吗？非常感谢，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感谢，高兴，有机会参加今天的论坛。我非常喜欢网络治理论坛，但是刚巧我想说的内容你已经都说了，所以这个看起来我们的想法都是一致的，这是很好的事情。我觉得如果我们到现在没有达成那么高电子化的水平，那这个冠状病的这个冲突会更严重。 ICT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最近20年就是最近20年的 IGF 的员工他们都非常努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有那么好的这些电子数据。之前我们有一个建议，让我们的这个会议就是在网络举办，而且没有多少人想做这样的做法。但是现在我们在这个冠状病的结果所有的人都同意，而且由于这些 ICT 人的努力的工作，我们都现在在很好的位置。目前我们还面临很多挑战，但是目前还有非常多非常管用的工具，像这个 Zoom、Teams 等等等。当然，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是否这个软件是否管用。如果管用，那这个安全是第二件事情。但是我也想强调，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今天还有几个人已经提到了，世界上人口50%到现在没有上限，所以我们希望2030年所有的世界的人口应该能够上限，这是之前我们的一个想法。但是现在这个危机的结果，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加强这方面的努力，就是必须要让我们的工作加快速度。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而且这是一个战略的目标。我给你一个简单的例子，每一个国家你有大概7个这个通讯公司，
而且目前所有的人所有国家的人都在家里教他们孩子，就是孩子在家里上学。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有更好的网络，更好的网络，就是让这些所有的就是学习医学等等的服务能够更成就。而且我现在也想表示，就是 G20 的国家的领导他们都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想出一个共同的战略，如何我们能够一起发展这个通讯方面的设施。我觉得如果每个国家它单独进行这个工作，那这个没有那么有效的。如果我们能够一起努力，那我觉得这个会更有成功。这就是对这个 G20 的财务部、通讯部、经济部的一个信件。我们目前这个组织目前也有一个周年，所以这几十年的历史上，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基础设施，因为我们目前必须要发展这个基础设施，像这个 5G 等等等，但是如果要设施，那我们必须要有投资者，所以我们必须要有非常多投资。比较目前有很多非洲的国家，他们的这个的上限，他们问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在非洲你需要大概花1000亿美金让这个目标完成，所以你看那么多钱，所以我们从哪儿能够获到那么多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一起努力，而且我们必须要有一些非常非常致命的这方面的战略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我也想强调这个包容，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现在在 Geneva， 在瑞士。那我今天听到了，在我们的山区有很多人，他们不知道怎么上网。我非觉得，因为现在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网络，那他几乎没有机会出门，而且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目前有非常非常非常新的一个状况。目前的这个 COVID 的毛病，它让我们发现非常多之前存在但是我们看不到的一些问题。但是在这个平台，我们也可以一起考虑这些问题，可以一起探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是 IDF 的25年周年，也是这个网络治理论坛的15年周年，所以我们想用这个机会来鼓励各方投资者在这个方面多做出投资。很抱歉我说了那么多，但是所以我就说到这儿，最后一句话。我9个月去了这个去见面这个教皇，而且但是他也当时他跟我说非常重要的一个他就表示非常大的支持，就支持我们的组织，而且他说这些就是网络不平等性它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非常高兴他看到了我们工作，非常高兴他
他支持他搞平交工作，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赵阁下，我们知道必须，投入资产发展基础设施。我觉得有很多人像我们一样，就是家里工作，而且基础设施可能有些不足，没办法面对这么多人口的人同时伤亡。因此呢，我们特别是在这个危机之中。我们可以更好更明显的看这些问题。这里有一个给飞机的一个问题。你觉得我们怎么能够帮助你的国家，就是国际社会怎么可以帮，因为你们有很多岛也要需要发展基础设施。是比方说我们的和世界银行有这样的一个项目。让我们就是提高我们的能力，但是有很多人住，然后他没办法上网，这些比较小型的岛或者比较远的岛上，但是我们必须和这个国际建联合作，就是标准化频道频率。另外呢日本政府也帮我们发展一些无线站，协助这些离中心最远的岛。我们还要记得有很多涉及到气候变化的项目。因此呢，我普通的举书也可以参加这个工作。好，谢谢，我很高兴呢，你可以给我们的这个回答。特别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发展中的国家，刚才有人提叫总，所以我下一步有请，罗马教廷的代表，你们如此看这个问题？梵蒂冈它是一个东西，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教友中心，有共同性的人的中心，所以我们都我们的工作都以这个社会为这个精神为主。我们比方说现在在上网可以做弥撒。在最远的地方也给人家这样的机会，虽然他们离教堂特别远，由于有技术的这个贡献，他们有新的就是有新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要看我们互相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说这些关系非常好，今天有很多人说我们这些依赖关系多么重要，特别是数字合作是特别重要。但是如果存在这种彼此或者相互依赖关系，我们也必须说我们的价值观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必须看这个人类的团结，我们并不是要认同自己，并不是要需要对自己有耐心，但是我们需要有包容，我们需要看自己是一个很大的世界，人类家庭。如果说这个技术呢，我因为是代表梵蒂冈，我可以说我们这里也有一个技术中心，这里有很多人工作，所以我们非常敏感的问题是我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有时这么做限制。我觉得我们也必须看和我共同居住的人，他们我们在工作时候他们做什么。以前我们在这个工作人员有一定的团结精神，所以我觉得现在在上网的时候，我们因为有共同的经济平台，
也有这种可以保持这种精神，所以我希望未来一步一步的，我们会把很多工作量迁移到晚上。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互联网这些平台的不只是我们工作的地方，也是我们做对人类的贡献的地方。另外呢，我们还有其他领域，比方说教育，很多讲课，这个空间都是迁移到互联网上。但是还是我们的家庭里面年轻和老人存在一定的这个数字鸿沟，在我们的基础设施上存在这种数字鸿沟。有些孩子他有电脑，其他没有。一般的学校它不只是学习的地方，有的时候孩子也在学校会吃饭，会是被管理，办工作的时候他们受监控。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些应该是我们平等的技术，它可以更强调我们的不平衡，这是非常天然的，非常可以理解的。Jonathan 是否在？你可以听得见我们？非常抱歉，好像有我们有一些连接问题，有几个参与人无法连接，请等，稍等。非常感谢。现在有请 Chad Garcia， Romilo。他是进步通信协会执行主任，非常感谢。我自己的意见是，我们在这个疫情之中，有新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刚才讲的这个不平等，过去也有，但是可以说普通人有普通的面临普通的不平等，加快。这个数字技术的是这些最有这个辛苦最辛苦人的问题。我觉得有些人群或者有些人受歧视，因为文化或者国籍或者残疾而受歧视，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不只是要看受影响的领域，但是看个人或者人群，特别的人群，我们的日常生活都受到一些影响，都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不平等。我觉得我们首先要针对这些鸿沟，因为现在英国它可以扩大这个刚才也讲的好多次存在数字鸿沟，有很多人无法上网，这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大部分是妇女，大部分是农村人，还有一个领域就是互联网是一个可以组织的一个地方，就是可以团结起来。我是很多人更有实力。如果我们要监控电子化，如果我们要监控我们的个人资料如何被处理，实际上越来越集中于一个这个结构中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失去了工作，但是同时有很多大规模公司、技术公司，挣了很多钱，因为可以说，因为我们都必须上这些平台，所以他们利润很高，因此呢，我们很愿意，也必须，就是面对，更多考虑，更多针对，这些不平等。另外呢，这个公共空间的内容也是非常重要，而且现在大部分的这种内容出现在，互联网上，所以我们也必须关注。如果真的要解决不平等，的问题，那我们也必须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因为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应用，就是新的技术、计算技术、行动技术，对环境的都有影响。现在，因为有疫情，对互联网上的平台的需求扩大了，这也是一个挑战。因为这个挑战可能可以导致一些气候的变化，我们或者气候惯常的有些变化。我们知道，太阳，平台太平洋，对不起，太平洋有一些需要。正好我在这里也想要强调，我们要避免这些已经存在的不平等，不要扩大。为此要更好了解已经对普通的领域有普通的影响，所以可能根据领域所不同，我们会找到一些不同的问题，或者说不同的解决方案。我觉得泛文权是非常重要，开放式的互联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也需要有更多关于气候危机的信息。非常感谢。那现在这个如何应对禁忌，让 Jeffrey Sachs 教授说话啊，非常有趣的讨论。我觉得大家已经同意我们的时代是数字时代，电子技术是非常有效的，有贸易、金融、管理，还有很多其他领域，都涉及到经济。这个电子化它有一种颠覆作用，特别是今年所有的情况都加快了，因此呢，我们这里要面对两个很大的挑战，至少最初有两个挑战。一个是普遍泛文，我觉得这个不需要很多成本，但是我觉得未来10年、20年我们可以改善情况，因为我们不可能希望经济任何一个领域如果不会上网而可以发展，我们的公民如果不能上网，也不能当成有效的公民，经常他不上网就不能注册在很多的平台，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可以管理它的规模。如果我们有需要有时间表，我们可以说最近几年我们可以达到这个普遍上网的目标。感谢上帝，现在我们有新的总统拜登，所以我希望现在我们可以希望和美国合作，和睦合作的，因为他们在这个数字世界上是一个霸王，他亚马逊、Google、Facebook， 他有垄断的一些时间 ，Microsoft 也是，微软也是，所以我觉得他们有非常高的利润，
非常发非常高的富裕，所以美国对这些现象承担责任。我不知道未来的发展为何，但是我觉得这种责任感可以重新产生。中国做得非常好，我就是鼓励发展中国家使用这个技术。我去有特朗普他去中国，美国现在可以说在5G 是比较落后的，所以他们也过去希望是中国 5G 发展步骤变得更慢，但是我希望这些措施现在不会存在，因为我们决定绝对需要中国在这个方面的投资，因为中国是比较发展的，特别是在社会这个利用他们发达的一些解决方案，有些系统服务为数百万人，然后运行的非常好。我觉得我们会有一个时间表，不知道2030年可能可以说有市场上有几个大的公司，他们承担很大的责任。当然发展是也是他们的目标，然后监管这个结构也有这个目标。我希望我们可以避免任何排除。我怕我担心有一些人如果不会上网，没办法进行日常的生活。还有最后我觉得这个富裕的这个可以帮我们集中于我们的主题。我们现在在世界上有十几个非常富有的人，他们一共有1.5万亿的这个财富。有的人他们的财富是6120万亿，这个是非常非常多。然后可以说一共这些最富有的人才有78个。所以我觉得你们已经挣了这么多钱。Bezos 今天是1940亿美元的财产，所以我这里有一个针对一些论断事件的一个报告。可以说亚马逊它因为有这个论断地位，所以它使用它的地位，使用它的权利，所以可以说我们必须学习。就是怎么说变成更聪明。为什么这些80个富有人这么会管理我们，控制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不是很简单的，但是他可能在上个星期之前是在这个14号之前是更简单的。我们现在有非常好的技术，而且它的规模可以控制世界上历史没有如此的技术，所以我们可以10年之内扩大10倍。所以所有的公司说成本不是问题，问题是谁要负担这些愿望的人。这是不是因为没有基础设施，是因为他没办法购买所需要的10倍。所以我们可以比方说你们有一种社会许可社会授权，你们必须，你们是这个提供互联网的运营商，你们必须让大家
展望。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到，非常好。当然，这个可以谈很长时间。现在我们的对话都是这个趋向。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问题，无论情况如何，很多工作岗位因为技术，可以消除或者，或者创新，或者可以开立，所以可以说，很多人可以失去在传统的经济内的工作，所以呢，这些技术公司它需要付一定的税。非常感谢。现在我会把 Victoria Grant 把说话权给 Victoria Grant。女士们、先生们，我想表示谢意，为主办今天的会议。我觉得这个我们必须要一起努力，让这个网络能够变成一个所有的人进入的这个平台。但是我今天也很多次听到了。就是因为这个冠状病，所有的活动目前都移动到网络，因为如果我们想碰到我们的朋友，如果我们要学习、工作，看医生、看病，购买什么东西，在这个大流行的时候，我们如果我们想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必须要。都必须要使用网络，很多人都使用我们的这个软件，而且我们的软件都是免费的，所以这就是我们非常努力发展我们的这个软件。最近我们在印度也有非常非常大的项目，想让这个大人口能够汇集这个网络。我觉得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分享我们的信息，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让我们能够保持我们所有的社会关系。我们公司最重要的一些价值就是表示自己意见的自由。而且我们也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有非常隐私的一个对话，而且我们知道在很多很多软件对话是被记录的，而且我们的这个软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就是因为我们用这个密码，而且这个如果什么人使用我们的软件，他要知道我们完全都能使用他的对话，所以这目前我们也想提供，我们也想提供最佳保密的一个技术，而且我们免费提供了这个非常发达的技术。我们完全不用不收什么钱，可是目前大多数的目前大多数的人，他们使用的这些通信工具，他们没有这个密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必须要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因为在尤其是在这些民主主义的国家，我们必须要保证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表达，而且政府不能使用他的这个保密的信息，也不能侵犯他的隐私权，我们现在在很多国家为这个信息隐私而斗争，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想发展这个自由的网络，那我们必须要提供这些非常隐私的工具。谢谢。谢谢 Victoria。
我们还想请一个我们年轻人的代表，帕梅拉·克雷杜女士。首先，大家好，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今天的论坛，这是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荣幸。我想说几句话。最近几年，这个技术，就尤其是电子技术的发展，在非常大的程度影响了我们的生活。第一，可持续发展目标，第四个目标，就是跟这跟教育有关系，因为目前我们可以在网络使用非常多工具，包括什么图书馆资料，什么学习工具，如果没有这样的服务，那很多人被排除，因为在世界很多国家他们都不能自由参加什么教育的活动。所以最近有很多创新的应用，叫比如说还有地理学等等等，而且大家都知道的这个 COVID 的这个大流行病，它就影响所有的国家，没有什么国家没有被影响的，而且很多学生他必须要留在家里学习，而且在这个学校的支持下，那些比较优秀的老师，他们可以提供这个教育的服务，但是不是所有的孩子有很好的网络这个使用网络的机会，所以这个目前的危机它就向我们披露了一些潜在的问题，所以。学生、大学生和父亲，他们必须要集中在这些新的工具，而且老师他们必须要集中在这些新的这个教法，因为到现在他们没有用过这个这个方法，而且这都不一样的，而且还大部分人被排除。所以那些被排除的人，我们必须要想如何能够包容他们。所以我们必须要保证，尽多人能够参加，我们不能让任何人抛在后面，尤其是孩子、老人，而且。什么残疾人，他们都必须要，我们必须要保证给他们参加，新生活的这个保障。那我说到这儿，谢谢。非常感谢。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做非常短的总结。我想向大家提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意义性。如果你觉得你要一个政策行动，能够就是消除数字的鸿沟，您觉得应该是什么？我觉得，基础设施。是最关键的，这是很简单的。我觉得，刚才，这个神父说有很多人，教授说有很多人有很多很多钱，这个问题是政治性的问题，你知道欧洲经济。
总之他也有一些残影。瑞士是一个做很大的贡献的国家，但是我们必须改造我们的援助手段，因为我们是用传统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肯定可能就是发展宽带比这个道路现在更重要，我们需要多变这个状态了解 RGF 论坛，它也需要包括更多的专家，更多的政治家，不只是官方的人。我觉得我们缺乏一些政府的代表，所以我们必须改造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虽然有些担忧作为官方，但是必须我们的报告说得很清楚，我们怎么能够比较快的消失这个数字鸿沟？有很多人做很大的利润，很多人无法上网，所以我觉得 ITU 在这个标准化做非常贡献，但是当然我们的得到价值观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过去那数字化之前的价值观现在也保持变，所以我们有一些编辑一些宪章作为我们的工作的基础，然后保证这些得到因素是保证的，然后作为我们的工作的一个知识。我作为一个倡议的做这个主席，然后我们不断的在这个道德方面工作。现在我们发展一些标签，就是这是互联网信任一个标签，证明公司有这种信任啊。所以再次这个问题，一个政策应该是什么？IGF 做很多隐私或者是这个互联网安全，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我们做的不够。因为如果我们会有一个关键性的对话，那我们可以讨论特别重要的问题，这样才可以有进步。还有一个刚才讲的，我们很多人钱不够，我们知道有一些人有很多钱，所以对方有很多钱，所以我们怎么可以使我们的社会更和谐？非常感谢赵先生，现在邀请德国国会会员。我觉得有很多人保持非常积极的这个精神。我们的最理想的是避免分散化。因为我们的这个价值观是一个世界开放世界，所以我觉得要做这个反论断的一个倡议。因为互联网应该是开放式的，所以有些论断家必须让路。飞机，你推荐的政策是什么？我关键的是互联互通，我们已经最近五年从5%到60%提高我们的互联互通能力。
林威呢，我觉得，这是真的最重要的。非常感谢，Sax 教授，你是最后的一个，这个，先和神父，咨询一下，您觉得什么？我觉得最重的也是沟通，互联，因为我想要，提高我们的包容能力，沟通能力，我觉得有的方面是比较简单的，但是我希望我们可以叫人，让他们充分了解，充分对技术承担责任。非常感谢 Victoria Grant， 你觉得民间企业，我觉得加密世界上现在面临一个大风险，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保证互联网变成更开放式的，然后措施就是要使用这个加密那另外我觉得这个互联网平台可以满足我们最基本的需要，他们为小型中小型企业提供很多便利。现在在线做生意，它并不是一些额外的，它现在已经是主要这个贸易趋势。非常感谢Chad Garcia Ramilo 女士，我想要强调社会群的沟通能力，还有这个耐心，因为我们不能只依赖于通讯公司，因为他们只寻找理论，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新的政策，直接还有需要商务环境，让现在还没有办法上网的人一天上网。我们是一个很小型的协会，小型组织，但是我们很愿意和其他合作伙伴进行沟通连接。所以我有一个给赵先生的问题，你是我创新包容新技术这三个都是非常好的工作这个国防让地方运营商做更好的工作。教授这个我觉得这些运营商公司他已经做很多的投资，但是中小型企业没办法支持他们，没办法支持这个趋势。但是中小型企业它非常有创新力，所以他们也可以有这种扑冲气扑冲的作用。当然通讯公司他们和这个 SIP 专家有非常复杂的关系，所以我当然支持刚才江的女士，我们必须改善环境让人家上网，我们在创造这种环境可以促使投资者协助老百姓。如果我们想要更好的生活，必须共同的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所以这是萨克斯教授所知的数百万亿的钱可以培养一些。巴麦拉，你觉得怎么？我觉得现在在欧地利有年轻人积极的参加这个讨论。我在首都
所以我自己可以做更多的贡献，因为我比较靠近联合国的总部，所以我觉得青年俱乐部未来可以有更多的作用。我们可以组织世界上年轻人，然后讨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挑战，疫情中，然后他们会想起来什么样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个，我可以分享一些想法给决策者或者一些机构，像联合国或者相关的组织。非常感谢现在最后的Jeffrey Sachs， 我们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政策的倡议。你刚才说世界的财富怎么使用，你觉得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访问权。我希望一年内所世界上所有的医院所有的学校可以上网， 我觉得是可以做得到。四年之内我觉得大家可以上网，这是开关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是最基本融资问题。所以我会觉得一个政策法律可以使公司做出一定的贡献。现在这些最大的像微信、亚马逊、WhatsApp 这些公司，他们会提供融资，但是还有很富有的人，有五个人，他就有5400万亿的钱。我觉得希望Facebook 的 Zuckerberg 他可以表示我们未来他的想法是什么，他的计划是什么，他如何可以促使互联活动，我们怎么会让所有的议员或者是 学校上网。我们有很多孩子无法继续学习，因为他没办法上网。所以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钱是这些最富有的人0.000几%。我觉得我们有这么多能力，但是我们面临这么大的挑战，但是我们想要好好了解这些能力是所在的地方。有人说请你参加我的平台，我觉得说的很对。我觉得这个Zuckerberg他非常关注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让他参加今天呢我看这个上市报告，这些财富是规模特别大，所以我觉得让我们一起合作消除这些数字鸿沟。非常感谢 Victoria， 你还有10秒钟。Zuckerberg 投资Facebook 在购买这个 WhatsApp 程序，我们第一步是对世界上提供免费的服务，所以大家可以送一些过去很贵的服务。Facebook 是我们的服务完全免费，Facebook 也保证我们可以对信息加密，所以它是保证隐私权。实际上 Facebook 它不只是端消息，但是它也是语音连接，这样我们有在这个疫情之中很多新的用法。我吸收，因为它为世界提供很多解决方案，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人都做很大的
特别是你们的公司做很多的利润，所以你们可以利用这些钱，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账号，没有账户，银行账户，那无法参加，无法使用你的应用程序，你的软件。有的人到现在还没有下载，还没有安装你的应用程序，因为他没有任何上网的能力。你的技术非常好，我绝对是。用英国的人，英国国会的 order， 常理，我让大家现在澄清。我们这里提及了很多常理，现在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如果你自愿的想要做什么样的承诺，我们做很多努力，想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投入的。刚才我们讲过，要对学校保持连接。我们希望2015年有这样的一个目标，2015年要连接所有的学校。现在五年之后还没有。飞机，我们还有好像有学校中学，还没办法上网。我去过看他们，有的国家，Lesotho， 他们已经开始有这个 5G 的技术，但是很多离不是首都的学校没办法上网，真的很可惜。我觉得可上网的能力是一个，然后我们的服务的质量是另一个问题。我当然非常希望和企业共同合作，面对这个挑战。Thomas Jean-Bac， 那你的承诺是什么？那首先我想说一句话关于 Facebook 和 WhatsApp。你说的这个是免费的，这不是问题，因为没有任何公司能够给你们竞争，不能比 Facebook 提供比 Facebook 更好的一个平台，所以免费不是个问题，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我们做了什么，或者我们将要做什么？去年我们很多地区的我们就是我们提供一些奖学金，就是让那些难求的人能够旅游，而且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继续支持这个网络治理论坛，因为去年我们主办了，今年我们也提供了很多这个活动的支持，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大的贡献，谢谢亚双伯先生，现在阿亚塞先生，飞机，你们有什么承诺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个能够上网的能力，如果我们不能上网，我们就做不到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最大的承诺就是保证给所有的老百姓能够上网。我们国家不是大，我们也没有什么大的公司在这里投资，但是我们虽然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还是觉得我们的这方面的发展是包装创新的。我们
我们通讯公司之间有非常好的的合作，所以互通信息是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好，非常感谢你的这个贡献。还有什么人做什么？Paul 先生，那我们想鼓励所有的教会在世界上，他们加强这个电子化，也让他们对这个电子环境的意识程度要高。因为我们觉得通讯是我们最大的成就之一，所以我们要发展这个。还有Chad Garcia Ramiro 女士，对，我们的承诺就是支持互通互联，所以我们必须要支持这个，而且这就是我们的承诺。我们只是希望这个投资能够这个意向变成实践，所以我们希望政府所有的政府会有一些新的政策，就是支持互联互通发展的政策。谢谢。Pamela Kresu，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吗？对，非常感谢。就我再次想强调一下，我觉得更多年轻人应该参加这个讨论，所以我觉得一个国际青年俱乐部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而且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必须要发展一些地区的。的一些举措，像这个比如说线上图书馆，因为很多图书馆目前他们完全不管用，没有人用他们，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图书馆变成一个能够使用的设施。所以我们觉得那些不能上线的孩子能够适应，比如说这些图书馆或者其他的设施。谢谢。好，非常感谢这个青年的贡献。不知道有很多人有一些问题，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但是我们在这几天会回答这个。Victoria 女士，我们的承诺就是我们要继续提供加密的通讯工具，我们要斗争保证我们的软件都是非常保密的，而且你的对话是保密的。最近几年，就是去年我们发现了一些黑客，就是想使用我们的 WhatsApp， 让你们的手机变成一个他们的工具，所以我们都突破了这个。Jeffrey Sachs 先生，我们必须要继续可持续发展，而且不能让任何人抛在后面。所以我的承诺是就是继续支持这个听起来很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非常感谢所有的参加者还有所有的观众。我希望这几天你们会在我们的这个论坛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一些有意思的对话。希望你们今天过得快乐，非常感谢。
Aha, no widzę, że jest chyba przerwa, bo jeszcze tutaj nie ma żadnej sesji. Dobrze, to ja już jestem. Ja już jestem w takim razie.